赵美收好。等我。娃子，你怎么才来看我呀？我都想你了。我今日来找你，是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啊？这簪子是否卖不出去？若是卖不出去的话，我被妞轩带回去，别占了这柜面。哎，谁说卖不出去了？你看啊，我把你这只簪啊放在了我柜台最显眼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卖得太好了，算是我店里的花魁首饰了。样式独特，价格又便宜，这广州城的小娘子都争先恐后的要来采买呢。你倒也不必安慰我，我再做遍就是了。我安慰你做什么呀？我啊让伙计都记下了采买订单。小兰，账本儿，你瞧着啊。看我这随便翻开一页呀，你看这个都是你这支差的订单，你现在就是我的摇钱树，财神爷。哎，对了，那可就正好了，你看我这几日新做出来的。哇，太好看了，端午，我全要了啊。嗯，哎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哦，我是有一事想问你。哎哎，这样，我请你去吃茶，咱慢慢说。吃茶？嗯，那也便好。如今我已经有钱了，我请你吃。我请你，你请我有什么差别的？好姐妹不说这个，走。没事，我请你们。走，小虾兵，吃好吃的去。这是今天的新茶。哇，我今天早上喝昏了。慢点儿，都说了让你慢点吃。嗯，喝点茶。好些了。嗯嗯。哎，邓公子，长安长啥样啊？等我，你可还记得我跟你讲的？嗯，西式胡饼。嗯，还有比这更绝的呢。这长安西市之内啊，处处是商户，步步是摊位，还有那小娘子经营的店铺，比比皆是。女子也能以商贾的身份做生意，做到长安去？有些生意买卖，还真是女子更胜一筹。就拿长安西市之中最大的绸缎庄，这个庄主就是个秀女。还有更绝的，长安西市之中有个远近闻名的酒庄，这达官显贵、清流名士、街巷，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个老板是个儿郎，可后来谁想到是个杀伐果断、精通生意的小娘子。张郎君，你可真有见识。我定要向阿耶好好学学经商之道，日后啊也将卓宝斋开到长安去。定能将卓宝斋开到长安去，但你开到长安去，那可就是长安西市里数一数二的大商户了。那届时一定能找个好郎君了。你瞎说什么啊？我在城西找到一家住处，时候不早了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好，那二位娘子，我先去看看我的住处，告辞。张老师，我跟你一起。好，我送你。端午，这张郎君对你好像……娃子竟会打岔，张郎君那是翩翩公子。嗯，他对谁都好，他一直都帮我，自我们第一次认识一直帮我到现在，张郎君是好人。可我看方才他担忧你角人夺珠后的处境时，那神情甚是关切，恐怕不仅仅是帮吧。其实我倒觉得，若是张郎君真有此意，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。我腰子说笑了，那可是张郎君，
我与张老君如何能相提并论？五阿子，我从小呢生活在猪场，一直都是如此苟活着。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能逃出来，自由，到处去看看。如今我出来了，愿就更想要自己好好的去感受感受世间。端午，你那么聪明又那么坚强，你想做的事情一定都能够做到。之前我囿于命运，日日伤春悲秋，直到认识你，其实你帮我揭穿神婆拼命改运只是表面，真正改变我的是你自身带给我的力量。并非是我自身，而是你自身，你本就有力量。五阿子，有一事我想问你，但说无妨。卓宝斋可否替燕氏商队采买珍珠？我知道此事定是为难，这其中暗流涌动，若是你接了这一单生意，那等于就是卷入了崔氏猪场和燕氏商队的斗争之中，崔氏恐对你们不利，所以你心有顾虑，我能理解，你不用勉强。端午，你告诉我，你是否已经搅入其中？的确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能想别的办法。此事不妨事的，我帮你。我们卓宝斋一向不拉帮结派，但我不管燕氏商队是谁，只要是你端午开口，这单生意我便接了，我定会去说服阿叶，你放心。你对我这般好，我如何感激你？好姐妹不说这个。五阿子，你与我的情分是一方面，卓宝斋和燕氏商队是另一方面，我已向郎主申请陈家的一成全部拿给卓宝斋补偿你，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好，咱们姐妹二人一起挣得满盆满钵。夜听胡家财滚滚，遥望曲江俏郎君。以后啊，我们一道去长安。一道去长安。哎，不好了，郎君。王守，罗，衙门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张欣然调了匹快马，即刻便要赶回京城。听说他们搞到了崔氏猪场的账册，还弄了个活口。张欣然没有死啊？本来崔氏就用了些手段，已经将他赶出了客栈，可谁成想这小子一转身却住进了燕子京的蜃楼，之后便没有了下手的机会。这件事情你去做。明白。赶出客栈，崔氏九女就这么敷衍我？
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追。拉住，郑柱已全部清点完毕。明日呢，有位南海藩商将抵达广州，他带的珍珠我也一并都要拿下。这批珍珠也要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郎主怕不是在经商，还轮不到你来揣测我的心思。跟我过来。中原人，只知白色珠玉，不知绚烂财宝。比如像这些，红色的火旗，蓝色的瑟瑟，黄色的闹搜珠，还有水晶、金晶、琥珀、琉璃，这些东西都产自西域。郎主为何要给我看这些？让你长长见识。别动。明日去见范商的时候，好生打扮一番，免得失了体面。你跟魏燕一块去叫价，但你要记住，那批珍珠我全部都要。新衣服，还有好些首饰，都可好看了。哎呀，这你都不知道？我阿紫要去跟魏四快办大事了。跟魏四快走去办大事，老五真厉害。那当然了。要不，咱干完下桥污水吧？不行，我说好了要送阿紫。魏四快还没下来，咱俩喝完水再上来呗。也行。走吧。阿紫啊，喝水啊，都浇了。魏三，下去喝口水。去吧去吧，轻拿轻放啊，快一点。哎，好嘞。好了。哎，走。废料少了十斤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吞工厂！我没有。好脚的，站起来！我没有。你冤枉人！你血口喷人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血口喷人！
当我，阿秀阿紫，阿胡阿紫，你今天好漂亮，你今天这个簪子好别致啊！啊，对了，看到小虾米了吗？我没找到他。小虾米啊，他好像是跟小仔去底下喝水了。对，当我，走吧。哦，那你帮我告诉他，我出门了，尽早回来。好，给你带好吃的。好。这些肥料明明就是一百斤，我当着你的面称过秤，怎么在账簿上就变成了110斤？你还敢狡辩？我，一起你来吧。我操！王同事可在这儿呢，他都诬陷了他。在这艘船上，谁犯了错都得认罚。我没有犯错。啊！